班长，一会儿检查一下李福珠的书包啊，要是还有什么课外书跟学习没关的，一律给我没收。宿长，今天就算像一样，我来的情绪站住，不同以往，我们即兴品尝，我静静听你分享，带我到那天上的云一逛一逛，我们回去从前看过有些不一样，拜见你们。何来天女？准是国师用来蛊惑世人的把戏。不知他们来这天女要如何鱼肉百姓。今日寡人偏要斩了你欺世盗名的妖女。今天晚上，可是这怎么这么熟悉啊？想象，能和你细心品尝。我静静听你分享，说我们一起成长时模样。你住楼上那么久，始终不能忘。就像往常天上的月光微微亮，我的日记里记载着无数的愿望。只是和你能变得不一样、啊、你像天上住的久的七仙女一样，带我到那天上的云里逛一逛，我们或许从前看过有些不一样，能不能请你载我到凡间